姐姐，阿姐，我来是给柯姑娘送礼物的，打开吧。姐，这是阿爹给阿娘的那对羊脂玉镯。正是。现在，这是给柯姑娘的聘礼。这是苏家的传家宝，姐姐。孟兰有姐姐和明玉的厚爱，已经足以。这聘礼我不能收。别说傻话，收了这聘礼，你就是我们苏家的媳妇儿。谢谢阿姐。不急着谢我，柯姑娘聪慧识大体，我早就看在眼里。经过上次那番事情，明月的确是有了些长进，但是在商场上血雨腥风，所以今后苏家还要仰仗你。苏家有姐姐在，明月现在也愈发有担当，姐姐不必担忧。是啊，阿姐，我最近也颇有心得，日后肯定在你身边好好学习，一定突飞猛进。这个给你。没有什么比在商场上摸爬滚打长进更快的。阿姐，这好端端的干嘛把会长之位给我？这我如何做得好啊？阿姐也不是一来什么都会做的，放心，我已经帮你寻好了老师，带我去见公子相吧。